你要画画，你要用身体画吗？你把那个颜料涂在脚上面，然后踩过去，放在你的手上面，这样来画画。那个然后可，这个是黄色，然后这个是红色，然后这个是绿色。这是水彩耶，对啊，这么多。不就是这个？这个是什么？我想要用咖啡色。然后用这个蜘蛛人画吗？那我们要怎么用咖啡色的？用手画下去就好了。咦，怎么好像巧克力一样？那时候加绿色。好，你自己加。还有很多盘子，装不同的盘子上。研究一下，看要怎么开，从哪一个方向才可以开呢？是吗？那想要用这个但是一个颜色用一个哦。要倒在一起哦。还有加红色，好吗？那个是番茄酱啊。